上那儿干啥呀？走了走了走了。哎呀，卡吧，你进去卡吧，自己带啊。哎呀，终于放完了一周假，今天终于周五了。下周去上学，老二一看他哥不去上学，他也不要去，早晨在那家磨叽磨叽的。啊，阿德斯，阿德斯，阿德斯，嗯，不让我看他。嗯，我看那边，我看那边。哎呀，早晨他们吃的牛肉馅饺子，他爸早晨给起来给煮的。我妈我腰疼，来大姨妈腰疼，从来没有腰这么疼过。今天昨天啊。怎么睡都不得劲儿，这给我疼的。早上我说不行，现在煮点饺子，就家里常备饺子挺好。然后之前买的韭菜馅儿，因为剩在牛肉馅儿里面煮了。然后他俩吃完了没有了，我就点婆婆做的小葱泡菜，还有剩的牛肉，在这吃口饭。给大家说有意思的事，就是说曹操曹操到。昨天不是还说公公盖房子，然后没告诉我们吧哈，然后就可能我老公知道吧。然后就来信息了，我公公就给我发了一大串的那个照片，就是在那个挖地基的啊，那有挖掘机，好像刚开那个现场，然后正在盖呢，告诉我爸爸在盖新房子，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句，我说在哪盖的，他告诉我在哪呢，然后说等啥时候有空了去看看，我说好，周六周日嘛都休息，他也休息，他也不盖房子，然后周六周日我们也挺忙的，你说等哪天闲了。去看看他这个新房大不大。이제가위가위하면아지는거는지는거야이기는거는이긴거고알았지울면은안돼엄마미안하다고하는거아니야울지마남자는참아야돼알았지응괜찮아그냥네가계속울어서엄마가얘기하는거야알았지好了，这头发，上周就没去，游泳，忘了，一周一次洗澡。他爸说这头发天天睡的啊，跟鸡窝似的。哎呦。给你们看看这娘俩，我婆婆就是往家买这么一大兜子的圆葱，也不知道是要干啥，天天吃炒圆葱还是圆葱蘸酱的。这是我老公就买尿不湿，就买一箱一箱，哎呀都烂了，到时候看这个。我昨天然后正好有阿姨来看孩子的时候，我说你拿走两个吧，他就拿走几个，这还剩一堆呢，太下狠了。咋的又不哭了，你哭得快好得也快的一天。嗯，带他找他爸爸去，今天我要晚一点回来，爸爸一会儿带他去游泳。然后呢不问了，一会儿问他又哭了，一天呢就会哭，你说咋整。嗯，干娘，记住，我们去哪里？嗯，我们去哪里？어디가우리？嗯，具体，就来找爸爸一起吃饭去。他爸天天老晚老晚回家了，给他带来吃饭，还敬礼呢。经理呢，他俩处成，他俩处成哥们儿了。那吃炸酱面，
你不冷啊？烦死了呀！爸爸那个房子在盖呢，他今天给我发照片了。就那个是那个女的名字，在盖呢，看地方挺大的也。不是你都你不是，那你咋不跟他说？你咋让他从让他用那个女的名字呢？为啥？为啥？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也不行。那用他们，那用妈妈的不行吗？啊？喂？妈妈也不行。用我的呢？那为啥不用我的呢？你没告诉他呀？那应该，那不是我，我哪知道他要盖房子呀？那盖完之后都是谁的呀？他的妈妈。那女的。阿姨的妈妈。那贷款谁还？阿姨妈不是。阿姨钱谁给？他是发人吗？那爸爸要是跑了呢？就是他得管那个贷款什么是吧？那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是不是？不一定不好的啊？不一定不好的，不一定不好的，对，但也不一定是好的呀。但是不一定不好的，是啥玩意儿？神经病！那你说也不能找，但感觉。这么回事儿，那以啊，他俩也不行是吧？哎呀，就觉得以那个女的名字不是太那啥了吗？还给我发好一张照片呢，我问他在哪儿。他在哪？爸爸这天。爷爷在那个附近。是吗？下次去看看去。干啥呀？搁这儿睡了那是啊？啊，多凉啊！哦，就想给他们扔出去。干嘛呀？去看人家屁股了，今天班可先看人屁股了。快把尿不湿脱了吧啊！那尿可多了。可是那个，哎呀呀呀！